就这几个小鬼子，抢劫动静还挺大。弟兄们，给我上！给我上！走！哥，咋样啊？哥，搬东西。哥，走！上啊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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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！快撤！小子，往车上打！害怕了啊？杀人的时候你想啥来着？这怎么了？哎，你个小鬼子，乌里哇啦说什么呢你？刘老板，我能听懂这畜生说的话，他是想跟我比划比划。行，小子，拿枪。爷爷这辈子是宰畜生的，今天就陪你好好玩玩。娘，行啊！搬东西，搬东西，搬东西，快！快！有什么新情况吗？是关于无人区的。据长久宽说，敌人在无人区建立了一个绝密的 A 字工程，事关一种武器，我怀疑极有可能是化学武器。这丧心病狂的小鬼子！敌人在全国的各个战场都遭受了我们沉重的打击，看来是穷凶极恶，狗急跳墙了呀。是啊，一定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。我马上赶回去把消息上报分区。好，我这边你放心，有什么新情况我立刻向你报告。一定要保持和常惠美的联系，关注敌人的最新动态，尤其是在磨盘岭一带的活动。是，告诉小刘马上出发。是。
哎，站这儿！哎，就说你俩的，戴礼帽那个，来来来，过来。让明证。好。官爷，我们都是良民。是不是良民，你说了不算。干什么呢？哦，这是榆树镇上聚仙酒家的东家。我们老去喝。